觉得很多音乐是唱你歌手自己的本身，你的态度，你的想法，你的状态，把我的生活最真实的东西写在里面。已经隔了三年，我才出了第三张专辑。在舞台上可以享受，那个完全是自我，感觉就像滑雪、跳伞、潜水，特别的舒服。你看我每天光鲜亮丽的站在那里，很微笑，其实我很累。回到家之后，也是自己一个人，就很。全是自己一个人孤单的，这样随时都要保持自己的地位，保持自己的名气，其实挺可悲的。人之初性本善吗？不是，没有善，人之初性本恶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感觉到人都会老，脸上会变。我希望就是真的，这种脸、这种皮肤没有了，但是我还能演戏，但我还能经商，做我现在我喜欢做。